大家好，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08集的播出。今天依然在怡宝雷藏寺有慧基金刚的法会刚做完了，我们现在呢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红财神的心咒，我们祈请红财神给大家赐福好不好？我们来唱红财神的心咒。他的手印是这样，嗡嘎那巴帝耶娑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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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嗡嘎那巴帝嘎嘎嘎嘎那嘎那巴帝耶娑哈，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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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那巴帝嘎嘎嘎嘎那嘎那巴帝耶娑哈。我们欢迎现场还有网络同门一起做网络的直播分享，可以分享到社团，分享到你的脸书。我们先做小小的分享哦。嗡嘎那巴帝耶娑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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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嘎那巴帝嘎嘎嘎嘎那嘎那巴帝耶娑哈，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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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那巴帝耶娑哈，
swaha, Om Ganapati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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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waha.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08集的播出，608，嘿嘿，这个一直转来转去而已啊，这个麦克风，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个，哎，我用这个会比较好。一直转来转去，好，喂，好了，还是用这个好了，拉直好了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场同门，哇 ，Diamond Penny Roy 啊，莲花青青，莲花天元，那天元你上来了哦，哎，好 ，Annie Dale 啊，王国慧贴来功课 ，Nancy 哦，傅思锦对不对啊？杨敦汉哦，南马的陈默。Nancy Dunn 啊，张妙柔啊，医保的俊雄也上来了 ，Andy Dio 啊，还有这个Edison 啊 ，Lotus Emer Leon Joshua 啊 ，Lotus Seed 啊 ，Yomi Lai 啊，再重新还有还好哦，网络又进来了，哎，好，那那个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哦 ，Richard Jun 真正修行的目的。是要消除我们累世的习气，昨天有介绍到地狱变现器，还有 Rainbow Lotus 那天修的不净观的觉受，手部热热的，法喜充满，今天有修不净观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哇，很好，有什么感觉？刚刚修不净观你们有什么感觉？掉眼泪哦，对，我一直看到你在哭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哭哦，是掉眼泪，修不净观会掉眼泪。你看，好，还有谁呢？还有这个其他修刚刚修不净观有什么觉受的？有没有觉得那个虫在身体爬？有哦，师兄说有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谁？俊雄，听说人不是坏的，只是习气。人只是习气，每个人都是有习气，只是深浅不一样。又没赖。自己带的习气要多忏悔，已经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忏悔业障，生病更要祈求菩萨。Lisa Jen， 男生如果迷恋美女就观想成白骨观，所有不好的相都会出来了，都会这样子的心就会静止。好，这个是上一集同门的留言，我用这个先用手机的架子，把它架上去。这样子看比较清楚，哇，心虚界修行跟工作是可以融合，在修行中工作，在工作中修行。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哪一篇文章呢？看看治不好的皮肤病，对不对？同门有没有皮肤病？有没有人皮肤病治不好的？那我们经常在道场帮人家念经念咒。是不是就说白事诵经是不是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有功德。可是呢，在诵经念咒的时候不能够欺骗鬼神，不然呢也会有业报。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篇文章，叫做治不好的皮肤病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有一个专门赶金灿的比丘法师，哇，这礼拜一到礼拜天7天有白事诵经14堂，早上一堂，晚上一堂，有时候中午再加一堂，哇，赶来赶去赶不完，那每场又收费多少钱？所以他荷包赚满满的，这个是我加上去的。好，有一个赶金灿的比丘来找师尊，他翻开了裤管，全部都是一点一点的红红的。有的长脓，有的皮肤就破掉了，有人长皮肤病是这样，他说非常非常的痒，然后呢
师尊说，那你有病要找皮肤科嘛，找皮肤科医生。可是他说，我都找遍了，全国的医生都找遍了，怎么医都医不好，现在只有找卢师尊了。师尊画了符，有病师尊画符给他，有没有好？没有好。连这种病哦，连师尊画符都不一定会好哎啊。然后呢，师尊也不知如何是好。有一天，师尊晚上，哦，有记者问师尊：“哎，陆师尊，你为什么会写这个书？哦，为什么会写不同的师尊文集？”师尊讲：“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佛菩萨护法或者神，哎，会托梦，或者师尊呢，直接出神到三昧的世界去看写作，第二天写作的资料档案，哎。”哦，所以呢，晚上师尊就飘就飞出去了，飞到阴间，看到了这个感金灿的比丘，哇，被很多数百个、数千个密密麻麻的鬼围起来。这位比丘抱着头啊，跑到这里，一堆鬼围着他；跑到那里啊，一堆鬼围着他。鬼为什么追他呢？这鬼呢，又一只一只变成什么蜜蜂儿，追来追去儿。这个比丘呢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哇，我们网络写什么？已经，我的皮肤也是这样，找了很多皮肤科，吃诊都没有好。刘春妹还有俊雄说，修九凤破碎法喝下去可以治皮肤病哦。你有喝过吗？有好的，有好，没有好。好，反正九凤破碎法是可以治皮肤病。通常同门如果有皮肤病的哦，不是像这种感金灿这个例子的，师尊会叫同门念安土地真言，因为安土地真言土地公跟我们比较接近的。好了，反正这个师尊看到了这个感金灿的比丘，人明明活在阳间，可是呢地狱变现，他已经在地狱。被一些鬼追，鬼又变成蜜蜂，又追他，又咬他，所以他脚才会密密麻麻的一个一个红豆冰一样。师尊就问阎罗王：“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”阎罗王讲：“这位比丘智慧感金感灿拜忏，诵经呢是顺口溜，哇，根本是不用心。”完全不用心，只会赚钱的，完全是应付了事，哇！所以呢，这些鬼来找这个比丘的麻烦。所以呢，如果生病，有一种病是医生可以治好的，有一种病是鬼神病。有时候拜阎王，有时候拜那个城隍爷解冤结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要忏悔？就是说我们在做有些事情的行为，我们做错了，自己没有发现，做错了不知道。这个他在感金忏，他也在感金忏，阿熊在感金忏，阿狗也在感金忏，大家都在感，好像在感投胎，哦，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有地狱的鬼神业报。哇，王成杰都希望香港的那个能够平安哦。那么这个呢，阎王就讲出这个感金忏比丘的因果。阎罗王讲：比丘人在阳间，可是呢地狱变现，他这个比丘在阴间被很多的蜜蜂叮，也够他受了。有没有人被蜜蜂咬过？没有。被蛇咬过？哎，我听说这个山后面有蛇吗？有哦。有没有被阿三咬过？有，但是被蜜蜂叮过。那个蜜蜂哦，它叮人家，它后面有根针，对不对？蜜蜂叮了人之后，请问这只蜜蜂还可以活下去吗？哦，你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它的那个针由这个皮肤就脱落了，这个蜜蜂就死了。所以蜜蜂，我觉得。好像是信回教的一样，敢死队。哦，
不是一首《可兰经》，一首那个圣经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怕死的。哇，反正呢，这个就地狱变现哦。所以呢，治也治不好，而且非常的难睡。那师尊就问阎罗王：那既然感金忏有这种业报，那这个比丘来找师尊的，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救这个比丘？阎罗王讲：没有别的啦，就是每次尽心尽力的念不缺真言，念三遍，念七遍。所以我们法会每次都念什么？百字明咒。你法会如果你乱念，那百字明咒再乱念，那你就没办法补缺了，对不对？刚刚有没有很用心在念百字明咒？有没有？有嘛，对不对？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哇，很棒！哎，所以呢，阎罗王讲，知道忏悔了，要念补缺真言，给他念三遍，我可以记住。凡是超度的鬼神，不可以欺骗。哎，超度鬼神不可欺。好，那如果他尽心尽力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包括我们的出家的上师，我们都不会赶啊。所以那个有人问说，慧经上师，你就白天排一个行程，晚上排一个行程。我说不行，我不是赶法会，赶那个赶跑的，赶那个地基场的。所以呢，以前有人邀请我做梁王宝忏，我都要求他们一天只拜一坛，因为白天做什么呢？赶快修法回向。哎，我来这里的每一场法会，我是在旅馆修法很多坛。哎，你们刚刚给你们的糖果啊、饼干啊，我至少修四坛，然后还有经咒，还有禅定。那个糖果饼干哦，我告诉你，一块饼干一个糖果都是一坛法。哎，不敢欺骗鬼神，怕我功力不够，怕护法慧基金刚不理我，慧基你找我，啊、功课修不够，哎，护法不会下降，谁会下降？鬼会下降啊！我们当上师的都是这样，何况是其他的人，一定要老老实实，不可以欺骗哦。所以师尊明白阎罗王的意思了，好。补缺真言呢，就是你在拜忏、哦、你在礼忏，你又收人家供养，你不可以随便乱拜的，要真心诚意。最好在拜忏的时候先忏悔自己的业报。我们今天呢，哎、念什么啊、诵戒啊，我们念啊、那个六字大明咒观音，对不对？诵高王经之前有没有诵这个发愿守戒？有没有？你诵高王经特别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我们念上师心咒，观想不净观，念上师心咒特别有力量。所以念咒不用赶，而是享受。你享受的有法流，特别喜欢念。你赶时间，它法流不会下来，你会慢慢念，要念很久。啊、才会专心，越念还会打哈欠，还会睡觉，还会有妄想。他的诀窍就在这里，这样明白吗？哎，好，所以呢，师尊就告诉这位比丘，要加念补缺真言，从此不要感金忏，要专心一心一意的来念经、来念咒。嘿，补缺真言可以补救过失。嘿，然后呢？他说这个比丘说，连生活佛，我也有念比那个补缺真言啊。师尊讲，你念补缺真言，根本没有补缺，根本也不专心啊。念完了，念完了，根本没有专心。那比丘说，对对对，师尊讲的对，嘿，连念补缺真言也不专心。于是师尊呢，就给这个比丘两个补缺真言的灌顶，我们生活中只要念百字明咒就好了。那这两篇，你特别想要修这个两个补缺真言的，可以写信求师尊灌顶。我念一下给大家听：补缺真言，南无何那达那多那夜耶，切那切那居住居住，摩那摩那，呼那吽，赫赫苏达奴，波波奴，娑哈。
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嗡呼噜呼噜舍依母亲娑哈，这是第二个。如果你们想要学，可以看《地狱变现记》，写信求师尊加持，或者我们念百字明咒就可以补缺了，补缺圆满。我们修法为什么要念百字明咒呢？因为你在修法乱念没有关系啊，然后念的时候又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补缺。At least that, 每个晚上都要静心念补缺真言三七遍，也许会痊愈，必须专心念金叉去忏悔。这是西学界啊，西师姐专注分享心得，行者持经念咒要时时刻刻听从自己念咒发音，每个字都要去专心，当中会学会专注，如果有错误功课重新开始。有一次师尊在大法会法座上问大家，各位同门，各位上师你们谁能够念高王经从头到尾没有妄念？大家头低低的，念高王经从头到尾没有妄念的，你们谁可以？都有妄念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方法，第一个呢，我们不是念高王经之前忏悔吗？念了忏悔之后，是不是比较容易，比较专心？但是也有字会跳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观字，高王观世音真经，每一个字，高王观世音真经，每个字你能不能观得到？你每个字观得到，保证很专心。上次有没有华语不好观不到的？对不对？你说观菩萨整个身，有的观整个身观不到，你观他的眼睛，眼睛观清楚，他在观鼻子，鼻子观清楚，在观嘴巴，在整个脸整个身体，对不对？观想他有技巧的哦。哇，他们讲的高王经都有妄念，以心讲的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念高王经观这个字试试看？我带大家念一段哦，来，高王观世音真经，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，佛国有缘，佛法相应，常乐我净，有缘佛法。好，有没有专心？有专心，掌声鼓励。所以念经也不用赶，反而加持力强。所以呢，快快修法，慢慢到；慢慢修法，快快到。没有修法不用到，根本没有迟到就是这样所以呢，这位比丘听了师尊的法语以后，乖乖的念补缺真言，于是呢补满所有念经咒的，那又得到师尊的加持，最后他那个皮肤病没有药居然好了，不药而愈。所以呢，师尊告诉大家，念经念咒都要尽心尽力，鬼神不可以欺骗，如果欺骗鬼神自以为得逞，总有一天鬼神会饶不了你的。这个就是这个皮肤病的治不愈的皮肤病。哇，我们讲了一篇我们中间插播，我们来请佛住持好不好？请我们伟大的师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。我们来唱南无华光自在佛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自在佛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
上师，愿世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无住涅槃。谢谢世尊写文集，告诉我们因果。下一篇跟大家介绍什么？饿鬼道，饿鬼道是不是肚子很饿？饥饿的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饿鬼？跟人的习性、人的习惯有关系。这篇文章叫做《脖子细细长长的恶鬼》。原来我们师尊哇，月宁师姐讲什么？上师你好，修法的时候向师尊真诚祈祷忏悔，师尊果然加持自己，心宁静，修了一坛法，好棒啊！我们网络有同门啊，月宁师姐是莲九法师的姐姐。他现在也在线上哦。好，那个脖子细长的恶鬼，恶鬼长什么样子呢？肚子大大的，头大大的，脖子小小的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几乎都一块小小的。为什么会长这样？到底是谁变成恶鬼道呢？师尊在阴间看到了一个亲人，是师尊认识的熟识的亲人，他呢转世成了恶鬼。哇，头有个大头病，为什么？很骄傲，只有他讲没有别人讲，很多事情都很霸道哦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人呢嘴巴很大，眼睛耳朵鼻子小小的，头就很大，然后呢脖子细细的，他那个咽喉管差不多一根针那么细，所以连吃一粒米要吞一粒米都很困难。哇，你目见连村者，目连舅母，对不对？给他妈妈喝那个水变成血水，我喝一下。给妈妈吃馒头包子变成火焰，恶鬼道不能够吃东西哦。然后呢还有什么？哇，身体上半身像排骨，像我们这个是圆圆的，你叫那个莲经法师站起来，那个肉都有，对不对？上半身都有肉。那个恶鬼道上半身都是排骨，哇，下半身肚子像气球，哇，胀起来，然后两只脚呢细细长长的，你说好看吗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哇，成了恶鬼的怪物。为什么恶鬼道他嘴巴很大？因为贪，什么都吃，钱也吃，人也吃，人没有吃。恶鬼道嘴巴很大，还有呢，他为什么头大？那个头大，头大，嘴巴大，都是贪。为什么咽喉管小？因为贪不得。为什么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小，目光如豆？就是呢，看东西看得很近，不会看很远很远。什么东西只看眼前，只相信钱，只看眼前的啊。肚子呢，像气球一样，也是贪。还有两只脚细细长长的，贪不得。所以呢，这个脸相、这个身体都是业报，哇，整个脸加起来就是一个贪字，贪心的贪，贪字。然后这个人呢，这位亲人在活着的时候只有什么？
唯我独尊，嘿，然后呢，不是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而是独裁式的唯我独尊，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为最大，别人为最小，为所欲为，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嘿，那所有的人呢，都是在他的底下很害怕的过日子，他讲对就是对，他讲错就是错。他讲这个是黑色的，这个就黑色；他的讲这个是白色的，这个就是白色的。他乱讲的哇！而且呢，这个恶鬼爱吃东西，好吃，哎，还有，活着的时候常常不信佛法僧，误入三宝。不会像今天中午，这个因为我要修法，所以呢，请主办单位就不用带我去吃饭治疗。我是拜托主办单位不要带我去啊，因为我才可以多一个小时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吃饭。然后呢，我们对面有在卖点心啊，我都点了两个，那个蒸饺，对不对？对方老板娘不算钱，还加马来包，哇，这个很会种福田哦。那家餐厅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忘记了。在木 MU 木 Hotel 你们那个怡宝，木 Hotel 的出门的右转有一家港式点心，生意很好，早上六点多开到两点多。那因为呢，我是约一点五十集合，然后我就提早那个去那个餐厅，我点了两个蒸饺。老板娘居然都完全不算钱呢，他门口还养很多鸽子，连鸽子来吃也不算钱，还有公的鸽子在追母的鸽子，咕噜咕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出家的也不会占人家便宜嘛，对不对？我说，老板娘，我就，那个要算钱啊，我拿出钱来，他不要就是不要哎。那我说你这样算不要，那我下次我不敢来。他说下次再算钱，我说好吧。所以我拜托莲九法师他有准备什么书要给他们？怪谈一篇篇。那我回去准备个佛牌送给他们，大家我们也不要说占人家便宜。所以呢，有人就是对佛法就很尊敬嘛。我觉得我们怡保这个地区很有佛缘呢。昨天那个莲亭法师带我们去那个餐厅，我们吃饭，他给我们打折嘛，减了28%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也是哈。还有工人请我们吃水果，对不对？他们马来西亚讲工人，我们在台湾讲用人。外劳是来自缅甸的。我们台湾讲工人是指那个建筑啊、水泥工啊、水电工叫工人。这个马来西亚的工人是指那个厨房的 waiter， 也叫工人。我觉得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餐厅有这么善良的人呢，对不对？我会给他们鼓掌。所以我们网络写什么哦？与其说的确有时候占别占人家便宜，对哈。这是利益啊，是南马人 Shirley Lin 慧君上次来马来西亚，我吃到港式点心。因为那个拿了点心，然后在车上两口就吃完了，省下了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来修慧济金刚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法流很强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就是，就是要争取时间。我是比较喜欢晚上法会的，不过呢，因为有些道场他们呢礼拜天比较下午比较方便，我们就做这个变通，我觉得也是很好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甚至我们去餐馆，如果那个餐馆跟我们熟悉的话，我们可以带真佛报，可以带怡宝雷藏寺的 menu 名片、佛牌，跟人家结缘结善缘，也可以度人家皈依，然后问他们礼拜几啊、放假，可以带他们来我们庙，对不对？一来搞好就爱上了我的莲亭法师就欣赏我们的莲亭法师，说：“这个法师不错，那常常来也不一定嘛，广结善缘就是这样。”好了，那但是呢，师尊的这个亲戚就不一样爱吃
不信三宝，信邪教，哎，没有正见，然后呢，喜欢吃，哎，鱼蛋、鸟蛋、鳖蛋，哎，然后这个跟地藏经讲的一样，他吃尽天下的美食，所有好吃的，哎，他都吃，对不对？像我去南马，他问慧君上师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说米波，米波是什么？台湾的一种阳春面面条，哎。只要有冷气，不用贵，就一碗面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嘿，我们不用贪吃，对不对？又修不进关，吃那么多干嘛？对不对？1月7号我要去西雅图，要保持一个美好的身材给师尊看见。嘿，师尊上次开示他讲，师尊有一次他开示他讲哦，哎，那个慧君上师有一次跟师尊。啊，去森林，结果遇到老虎，那个师尊在前面跑，慧君在后面跑，因为慧君比较胖，所以他跑得比较慢，师尊比较瘦，跑得比较快，结果老虎看到慧君，啪、吃了，把慧君吃下去，所以呢，慧君救师尊，胖可以救师尊，有时候好，啊，所以这个就吃尽天下美食，哇，这个是，这写什么？埃赞啊。讲说恶鬼道在世不信佛法，所以往生之后变成恶鬼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好名好利，爱钱爱镭啊，印尼话叫镭嘛。那你们这叫什么？啊？也是叫镭哦 ，ringgi 镭，对不对？爱钱哇，所有的钱财都归自己所有，累积钱财，累积股票，累积汇率，那追逐钱财，他的原则是什么？绝对不布施，然后绝对不做善事，连一个米一个饭也不布施给别人。那像我们怡保雷藏寺，哇，一喊要这个布施，大家都举手，对不对？哎，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。哎，这个有福报有福分的，大家功德无量哇。他的贪财到了病哦，生病病倒了，还在念我的钱呢，不可以给别人拿去，要分给谁分给谁，不可以给别人拿去，死了还要钱，这个习气，这个就是习气，我们昨天忏悔的习气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有贪钱的，嘿，你正当上班赚的钱是你应该得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多的执着的贪了就不要，但是你赚了钱又去布施出去，那个是好的，是舍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呢要天下的人都为他施舍舍，但是自己不舍给别人。嘿嘿，哦，有这么自私的。那他那个佛经上有讲，你拜佛啊，礼佛的功德，还有布施的功德，哎，或者呢，在庙里面啊，供奉饮食，供奉佛幡，供奉灯，供奉佛像，都一点点都有功德，包括供奉花也有功德。哎，这个花是谁插的？啊？啊？买的呀？哦，我以为同门插的，这个是买的。哦，我们那个有的道场的同门也会插花，哎，插花来世美丽，或者哎，我们那个前面有花，拔河花，哎，没有人敢拔哈、哦，没有人，不然那个莲亭法师放那个阿三出来，哈哈、哦，阿三已经往生了。跟你们开玩笑，所以呢，他一点布施都没有，不只是一点布施都没有，反而用嘴巴来笑人家，笑人家笨，对不对？钱都放在自己的口袋就好，为什么要布施？傻咯。哎，有的呢，我听说香港的哈、哦，哎，看到出家人头不是光的吗？还会敲人家的头，哎，敲，说这样才会改运哦。其实这个是。才会倒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所以呢，师尊就那边有什么事情？哦，你被敲过，哦，你不敢去香港，因为你头光了，哦，所以师尊讲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像这样子的老人家，哎、欸，你没有遇到这么执着的人吗？
你们有没有遇到自己的长辈、哦、自己的老板、自己的亲友，有遇到过这种执着的人吗？活着很执着的、哦、那这样的人怎么度他？师尊问大家这篇文章最后、哎、地狱变现记，活着其实是活在恶鬼恶鬼之中。不过我觉得说，如果我遇到这个人，我会偷偷帮他皈依师尊，我会偷偷帮他报名法会，或者呢偷偷回向，修法的时候观想这个人，回向他头上有师尊给他灌顶，有法流，还有我会观想这个人一直磕头跟师尊活菩萨忏悔自己的业障贪嗔痴，总有一天啊，他会觉醒。所以我们密教有什么四无量心观，对不对？观想你的爸爸妈妈、亲人、冤亲债主，哎，你吃的牛排、鸡肉，哎，你这个水子灵也是啊，你的兄弟姐妹还没皈依的，大家一起同归于尽，亲近的尽，一起修法，就是这样。还可以观想什么？师尊放红色的光给他，摄照他，哎，那所以。我们莲花童子不是有红莲花童子吗？哎，红师尊穿红色的法衣，穿红色的帽子，戴红色的念珠，念嗡咕连声西吽，祈请师尊加持度这样的人，让他早日有佛缘。哎，也可以啊，所以不要放弃啊。所以以前呢，我们家学佛，我是我们家第一个我学佛的。我学佛的时候，我们家正在那个玩大家乐，玩今天的多多，哎，也马来西亚的多多。啊，我是每次回去都念一本《地藏经》，啊，把它念完。我家里的我妈妈说：“你这个孩子放学回家不好好睡觉，念什么经？念那么久。”我说：“我喜欢。”嘿，然后他玩多多，每次输了很多钱。我每次呢修法回向。哦，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没有皈依师尊，我就祈求回向那个地藏王菩萨，因为我家里面我自己请了一尊地藏菩萨的像，我跟地藏菩萨讲：“地藏菩萨，求你加持我家不要再玩多多，因为输很多钱。哎，求地藏菩萨加持我家全部学佛。”哎，我那时候我家养很多狗，没想到念地藏经狗会超度哎。自己马蹄，一直吃马蹄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哎，但是呢，你说什么叫开光？原来你每天对着佛像念经就是开光。你每天带着这个佛牌触天心，对他念经念咒，每天都开光，他不离开你的，这个神本身不离开你的。我曾经呢。拿那个我修过法的不动明王，我跟他讲，这个不动明王里面那个神是活的，拿的那个人本来有头痛，一个热气，哇，那个头就好了，接着是大力金刚，马哈巴拉雅耍，欧马巴拉雅欧贝，好，那所以地藏菩萨的像只是一张照片而已哦，不是很贵。可是你每天给他念经念经念经，哎，他是活的嘞。然后呢，哦，我就每天跟他祈祷，就是祈祷这个，哦，家里面不要玩多多，家里面学佛，开始学佛，跟我一起修行，就是发这两个愿而已。哎，菩萨知道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法流，哎，结果有一天我妈妈到我的坛城，看到菩萨的像。啪，眼泪掉下来、啊、原来你每天念经那个佛像入神耶，入光了，还有师尊的加持，你整个入神。我妈妈、啊、她说她慧君，为什么妈妈会哭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会哭？又不是法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那时候从来没参加过法会，你怎么会哭啊？我也不知道、哭了。原来菩萨已经给我妈妈灌顶了，光已经照在她身上，已经加持。妈妈拿起宝贝，菩萨这次如果让我中的话，中奖。
我以后不玩。因为我常常劝我妈妈不要玩这个，玩豆豆。哇，然后啪，三个圣杯，准准的三个圣杯。我说妈妈，菩萨怎么会教人家玩？我妈妈瞪着眼睛骂我，念我，那个啊，你当什么女儿啊？菩萨都相信你妈妈，你女儿都不相信你妈妈。我还骂我，说啊，我们家我妈是老大，天上天下老妈最大。然后呢，哇，结果啊，那一次开奖中台币150,000，地藏菩萨哎。你以为财神只有红财神、黄财神？地藏菩萨他是满愿菩萨。地藏经有讲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、未来百千万亿等愿、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赞叹、瞻礼、供养地藏菩萨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哇！我妈妈只是看菩萨掉眼泪花个月就中，她从来没有中过这么多钱，她那个时候才知道真的有神。就这样度了我家里的人，我妈妈，我们家那个老大，度了我妈妈，我妈妈度我老爸、姐姐、弟弟，全家，我们全家后来都皈依真佛宗，皈依世尊，就是这样皈依的。所以度人，你不要担心你家里的人度不到，是担心你自己是不是精进，是不是真心，是不是很虔诚，神是不是到你家，那个比较重要。哇，丹蒂娜说地藏菩萨让你中奖。对，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啊，我有两只手机哦，丹蒂娜师姐也提供了一个 SIM 卡让我来播放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所以无论如何菩提心很重要。莲球法师今天有看师尊今天的开示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要修本尊，本尊怎么样？你要了解本尊的誓愿，对不对？本尊是阿弥陀佛48大愿，本尊是不动明王，他的见我身者发大菩提心，闻我名者断恶修善，听我说者得大智慧，知我心者即生成佛，不动明王的誓愿，对不对？地藏菩萨的誓愿呢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药师佛十大愿，观音慈悲无量。那金刚萨埵的，你们自己去找网络的，反正好，每一尊本尊都有他的誓愿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讲这两篇。讲到忏悔，讲到不净观，讲到守戒律，讲到了了解地狱变现，讲到我们要去修正自己的习气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法会。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，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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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参加今天的法会，参加我们的读书会。啊，以心说什么？慧琴上次说晚餐到了，你要去吃晚餐。好，那今天介绍了两篇文章，一个是赶金灿的师父得皮肤病，我们念经念咒要专一；一个是讲目光如豆的贪鬼在阳世间哦呼风唤雨，不信佛，死的时候就变恶鬼。但是也讲到说我们来如何来度化恶鬼，对不对？谢谢师尊给我写这么好的文章。韩国的我爱你怎么比啊？啾咪，我们给师尊啾咪。日本的我爱你叫 I stay lu， 哎，啊 ，yappy， 这不知道哪个国家的，布灵布灵是赚钱。谢谢师尊。然后，明天晚上我在戒明同修会带领大家上师相应法的同修，也欢迎大家参加。明天晚上有读书会，大概10点左右，我们网络再见，拜拜。